戴牙套很烦，戴了之后一堆耳男找我聊天。那证明你的颜值还不错啊，就不是你能当我的观众，你能当我的那个什么干爹干妈，那肯定颜值不错的，这不用多说，对不对？我找一下我以前的影片给你们看，我那时候的牙齿是真的，我操！哎，这边，你看，这个时候是还没戴牙套的，你看，那时候我的牙齿是长是这样凸出来的。你们有看到吗？就是整个门牙是直接爆出来那一种。OK， 你看那个侧脸，你看那个侧脸就是完全的凸出来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我戴牙套之前，好凸哦，干跟个青蛙没两样哎。伯父一直喷人，不怕被锁吗？啊，我又没喷，我鼓励队友哎 ，NT 哎 ，Nice try。不用闪现吧，老哥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技能啊！打他！啊！他妈的，那个符文是真的厉害，那个什么狡诈猎人，那个打人回血那个无敌呀！我操！哎，没眼呢，好哎，可以哎。哦。啊！哎呀，你给他勾呀！刚刚你干嘛？又怎么了，美女？再来一次，一次不够，来两次，好不好？我帮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啊？哦，不要，我要再恶心一波。他他妈四级想跟我六级打来啊！来啊，谁怕谁？来啊，来啊！他妈，我就站着跟你们撸来啊！完蛋了！这一波我搞砸了。可是我觉得我刚刚操作还不错啊，为什么有人还会说我烂了？干！你们多强啊！我18岁，台港澳 LMS 那个季后赛第四名，你们多强？哇！干，我差点死哎！格雷夫不会轰我大绝吧？待会我大姐，很气很气，小心！我屌你老尾！他竟然不开喷的，看你老师帮他 gank 两个人都还骂我，哎，跟真的是畜生的这些人。不是什么，是你们玩不玩？你们是在搞吗？漫天飞雨。回血！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小心小心。怎么吃这么慢啊？下来打、啊、猫咪你下来，你不要。哎呀，我没魔、啊，我有蓝 buff。这谁？石头大绝。啊，打不了，拿回去吧。你在干嘛？你这 AD 你想不想赢啊？我丢人了没？啊！丢到小兵，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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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去帮队友。哎，你怎么又在这边？你推他呀！我丢人了没？哎、啊，你推呀、啊！你在干嘛？我丢，真的是锁塞也不该。哎，你怎么又死在那边呢、啊？OK， 这两个是傻逼，这两个是傻逼。给你们。对，可以，冰。杀！我很痛。对，如来神掌，回血。可以，再来，人来杀人。干，他有 GA。变身！死了！再来！还来！一波！推塔！不要！拜托了！再留了他大绝，给他死，把他杀了。China， 去你的！哇，这他妈都能赢，我操！啊，我吐了，这他妈都能赢，这什么啊？我一个人输出比整队还要高啊！我操，这真的还要高吗？看一下。62425减24308减15748减153直接高350减9191，哦，还有2000，哦，感谢100块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鬼呀、啊。